歡迎大家收睇呢一場波啊！今晚嘅天氣一個字 perfect 啊，萬里無雲。喺球場嘅照明系統底下咧，見到成個球場啊，哇，好靚喎！温度咧都宜人啦，睇嚟呢一個好天氣對今場嘅入場人數有幫助喎。球場嘅氣氛咧，起腳入咗啦，一個非常好嘅開始啊！呢球組織靚啊，除咗對手有漏洞之外，自己有肯走位都好嘢。啊，呢場波啊變得有趣啦！睇嚟啊，教練咧就係做足功課，準備得幾好啊！靚波，艾力神嗱，反手圍攻一定要快。南野托實，連田大地。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，失敗機會這樣浪費，失敗打不穿了。這一球將球送去邊線了，中村俊輔側翼走位，其實有機會試的了，不想犯錯了。他明明有這麼多選擇，為什麼會這樣選擇的？傳回中村俊輔入了，哇！咁快啊，領先兩球，睇怕之後都會入多幾球噃。擺幾多個人埋去啊，都阻佢唔到。啊！對手明明 mark 到好實噶啦，咁都仲有空位俾佢射嘅。佢哋攻入今場比賽嘅第二球。嗱，對手而家就需要冷靜啲啦。問題係仲有冇時間啦？成個反擊都唔錯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。看實誰在前面，尼馬起腳了，擋住這個球，尼馬都只能夠苦笑一下了。有機會反攻了，在眼前都挺多選擇的，做什麼這麼大差呀，年輕人沒有機會，那時候又說沒有機會，現在有機會了，又把握不到，穿過去，咦，解除危機了。一開始反擊好好噶，不過有頭威冇尾陣。哇！呢球有趣喎，哇！可能有個漏洞出現啦。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呢個長傳長啊，夠長啦，不過唔準，有咩用啫？尼馬、維拉。巴塞隆拿有機會反攻，舒夫真高起腳，反應好快啊！佢真係唔想冒險喎，冇錯啊！佢哋就係等緊呢一刻啊！傳波嘅機會把握唔到，做乜咁大嘥啊？後生仔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尼馬頭先真係牙煙啊！成個反擊都唔錯嘅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！咦，唔錯啊！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呢下救命啦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。哇！大把空位，有機會。中村俊輔有冇機會上演帽子戲法咧？你覺得？嗱，佢仲有好多時間啦，喺佢目前為止嘅表現咧，都好大可能嘅，甚至可能入到多啲添。考慮緊有啲咩船？有機會射啊！大家追住個波，球證指住十二碼點，佢哋係得到一個好好嘅入波機會啦，有機會拉開比數啦。好冷静啊！个比数越拉越开啊，非常之冷静啊！呢个波射得乖巧啊，等个龙门喐咗咧，佢先射另一边。帽子戏法啦！哇，好耐冇睇过啲咁出色嘅表现啊，简直系一个人踢晒成队波嘅，对手冇人阻止到佢。3-0啦，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啊！南野托實，我話唔定一係咪要起腳咧？
嗱，呢個波真係狀態差些少啊，都會救唔到噶。嗱，雖然呢個波唔入咋，不過反擊咧，好明顯係佢哋呢隊波嘅殺手鐧啊！好，個波甩咗出嚟啦，邊個搶得到呢？有個反擊機會啊！呢種打法就係有呢個風險噶啦。好明顯係犯規啊！球證諗都唔使諗啊！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古列治、尼馬，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個空位咧？連田大地準備反攻，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傳翻後面先，跑得幾好啊！但係咧就未能夠成功突破啫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藍野托實要射啦，要加速啦！呢只雞就應該吹越位嘅。好，上半场45分钟就踢晒，上半场就经已非常一面倒啦。问题下半场系会有唔同啦，定还是继续入波食生菜咁啦？目前嘅比数咧就系3-0啦。嗱，上半场要领先3球真系唔容易嘅，只要下半场咧唔系太过大意，赢啊梗系冇问题啦。半场领先3-0，我估佢哋赛前咧都冇谂到咁顺利嘅。Substitution for Japan.兩隊進入下半場，日本在半場換人，是因為什麼呢？美斯，哇，大美斯這球勁啊，不過龍門沒有瞌眼瞓啊，哇，這樣都撲到，這隊球的反擊真的是招牌貨來的。幾時都話高佬有著數㗎啦，差唔多到最後防線㗎啦，解到圍就好啦。維拉，交咗俾佢啦，美斯起腳射門啦，哇，真係驚險啊！巴塞隆拿唔好咁嘥曬啲機會啊，落後緊就更加應該俾少耐性，做好啲個波嘛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过唔到去咯。助助木场踢翻个波出嚟，尼马，日本再次出场，似乎咧有啲改变噃。睇嚟都系战术上面想有射门啦，入波啦，话唔定仲有机咧，会唔会入多两球呢？原來啲球員之間有條罅喎，真係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龍門啊，更加冇辦法應付啦。真係唔知啲球係安慰獎啊，定還是令佢哋仲有機會扭轉敗局啦？古列治、向川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舒夫真高，古列治。整個反擊都唔錯的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哇，跑得真係快啊！哎，做得好啊，攞翻個波。舒夫真高，喂，邊個可以搶到啊？回傳過嚟解圍。速度喺呢個時候就好重要啦。閱讀球賽能力好啊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艾力神，日本都仲可以換球員出場噃。個波而家喺美斯度。一開始反擊很好的，不過有頭威，沒尾陣。
哥斯达古达，波喺尼马脚下啦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向串阵师攞到波，埋门嗰下啦。哇！佢真系又硬净又搏命，截得好啊！对手冇晒符。Substitution for Japan, number five. 呢球斬高波可能冇乜著數啊！要諗下點樣可以拉近嗰個身高差距啊！跳起一頂，陸末將危機化解。上田已逝，都唔知點樣先能夠入到波啊！菲爾科頓成功咁撳走佢啊！向串陣師。反击的时候不够专心，失败机会这样浪费，失败。这球不错啊，清走个波了，啱啱先话失咗波，话口未完就拉翻翻嚟啦。云比沙卡，好，美斯攞到波了，个波飞出嚟。啊！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先。呢個波結果冇用，一腳踢走呢個波。阿部勇樹，日本準備加速反擊啊！可以話係唔落腳唔得啊！又俾佢解決咗個重大危機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係咪可以反攻咧？艾力神、美斯，連前鋒咧都翻翻去後場度幫波啊！一隊好球隊嘅前鋒咧就係第一道防線啊！你睇下佢真係幫到自己嘅後衞唔少噶。有機會入波。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，做得好啊，唔肯過你啊！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試下射啦，冇得彈啊！咁樣嘅入波好難得啊！哇，勝負已分啊！真係夠曬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唉，俾邊個龍門落嚟救都死啊！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，真係一場壓倒性嘅勝利啊，令人難以忘懷啊！喂 ，Kimman， 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啱先場波啊？有乜嘢好過咧？一攻門你就已經入到波啊！當你領先咗之後，你差唔多係話曬事㗎啦，你可以控制住呢場波嗰個優勢繼續踢落去，所以我覺得佢最後贏波咧都好應份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真係好多謝 Kimman 咁專業嘅講解啊！哇，咁快就完㗎啦咩？